嗨，大家好。不蛋啦！今天四个小时白工。蛮好笑的啦，也不是说白宫也没有怪小雨，只是很好笑而已。安安再见，安安肥猫，感谢肥猫的留言，先感谢。我卡安安，哎、欸，我又好了。画面会很无聊，你们要干嘛？没有要连锁，就只是上下上下跑，跟今天下午一样。欸、没有要干嘛？那如果泡芙你需要，你就是先现在先付出，就是说，你的宝可梦都可以互补，就是说，你可能今天缺速度。那你就要有速度去补它嘛。那你可能就是有互补，有办法用到两只都5V。就比如说你这一只今天这只缺速度，然后樱花宝是缺攻击，这样的干嘛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其实你的樱花宝可以不用攻击，是感谢依宁的会员。两小时没看了啊，是不是戒断症了？感谢一年的会员哦。我解释一下、哦、如果你樱花宝是想练就是魔法攻击的话，那你繁殖出来的 5V 就够了，你那个 V 只要攻击没满就可以了，懂意思吗？因为你用不到物理攻击，所以你攻击没有满没关系，其他满都好了，就这样子。那刚刚要讲的就是跟你说，互补这东西、就是基本来讲就是我们讲的5 V 嘛，可能你今天攻击没满，啊，另外就是速度没满，啊，他们其他都可以互补嘛，就是速度没满的可以补攻击，啊，攻击没满的可以补速度，啊，有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请阿亮帮你孵一只出来之后再还给你这样。你想当完美女孩，我也在当完美男孩啊。其实我已经毕业了啦，是我就是坚持要女生啊，我男生都有完美的那个了，在场证明。欸、哦，一次讲完，好喘。先看看阿亮回来没？他还吃饭。今天不会开太晚啊，我还是好想睡觉。昨天也是这样讲，结果哪知道连锁锁烂锁，原本以为11:30就可以关台，结果12:00了，啊又1:00了，啊又1:30了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是百变怪太难锁呢、欸。我真的只是单纯觉得是百变怪太难连锁了。你昨天也开超玩，我怎么知道会那么好玩？哎、欸，遇到自己喜欢的色为宝可梦，当然是开心爽啊！我梦寐我的梦哎、欸，我一直以来都希望我有个我有一只色为的娟娟乐呢，对不对？你还敢说我干？我昨天关台后跑去看你的台，你也在唱歌啊！我的天，天嘛，干嘛？平安安，好了，来开始开箱，干，都是公的。哎呀，声音好像有点。有啊，昨天跑去听你唱歌没？不讲啊。
来看看看看啊，速度没慢啊，特防没慢啊，血量没慢，有一只公的啊，扔掉垃圾。那那个速度的话，就让你自己练习分身看，哎、欸，就是留一 V 给你，然后你去想办法把它弄出速度来，这是我给你的功课啊，泡芙。我要对你残忍一点点，就是懂吗？你会让你学一下，因为之后宝可梦都这个功能一直都在，所以希望就是，欸，给你一些作业做，对，让你更喜欢宝可梦这样。好，真的不行的话，再给你啦。那其实就是讲的很简单啊，就是你只要把其中一只你发现有很高的东西，就拿过去补，有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？是的，老师。没有，我那时候也是，因为当时杰克三年前那个伺服器，杰克对孵蛋不懂，然后我就是拼命爬文，我看了超多文章之类的。然后那时候还一度就是弄错方法，就是用了两个红线，爸妈都用红线，然后去生，就是我当时就像麦快新手，然后盖什么鹅卵石制造机，盖的噼里啪一大很大座，就发现只要几格就好了那样感觉。哦，晚上了。今天可不可以遇到色尾？不用我多磕了。前辈拜拜，摩卡去忙了，好，慢走慢走，加油哦，不要太累哦，不要太辛苦哦。你有事情你都要跟我说，好吗？哎、欸，干，我们等一下去收树好了。也就稍微收一下树，因为有些树果种在那边，然后我开始不收树的话啊，那些树果又还是會慢慢不见，但他们不会坏掉了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开箱开箱。先去烧海胆，好哦。我觉得好运。没了哎、欸，还是说我的好运是跑到6V 这个好运来？那其实6V 就只是32/1或16/1的几率。那色尾的话不是多少？500吗？500/1。嗨，老居，晚上好。反泡芙、闪电泡芙没有，就是闪光泡芙。啊，闪的意思是色尾啦。还是我要说好，敷到色尾棺台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马上敷到棺台了，拜拜。我来玩炎灵之力这样子。
这个可以。Nice， 哦，胖虎看到没有？完美完美完美，脑母的，然后看一下能力。然后我解释一下，我刚刚跟你讲说废掉的原因是什么？废掉的原因是因为，稍早那几只是没有这个复古，复古就是减去一半生命值，然后把攻击提升到最大，这一招很强。然后之前刚刚说的废掉是因为，比如说这只好了，不对，没有，这边有几只完美的。你看这几只都是废掉的，这个女生完美固执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可以平行遗传，怎么传？可是啊，那我请问一下，我知道可以遗传啊，可是我这个已经没有了哎、欸，查看能力怎么传？你看。这个只有帮助药起摇尾巴，然后水流喷射，没了、啊，这没办法、啊。怎么穿？教我，教我，教我！你有办法把刚刚那几只救回来的话，那我今天就不用浪费，就不会那么累了、欸。怎么穿？教我。剑盾的平行遗传你应该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玩剑盾，剑盾日月我都没玩，所以抱歉了。一颗仙姬九爪整兽，五分钟掉重头鱼，还有双闪光教主，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我今天啊、喔、很多啊，平行遗传我就做不到，听不懂啊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我先去把蛋弄一弄。哎、欸，阿亮，你在敷了吗？就是要让 A 遗传 B 蛋，但让招式位置空出来，上去培育，不用生蛋，几分钟拿出来就。哎、欸，那这一代有吗？让 A B 团 B 有的招式，可以说就是我去，这代有哦，哦，那。条件是图鉴编号一样就好。那所以就是说，我这只有要学的技能，然后我把刚刚废掉的那只拿去忘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样讲吗？哇，那今天其实没有过白宫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等我一下哦、喔，我先研究一下。干嘛？那我试试看哦。哇，你如果早点出现的话，这世界会很美好哎。
我主要是要让这只啦，这只。好，那阿亮，阿亮先，阿亮你先徒手，我试试看。没事，你还是继续孵啦，反正多的你之后扔掉就好了。我试试看哦。就是把这个忘掉啊，然后把它跟有学弹招的养在一起吗？会有。嗯，放进陪屋就好。哇，你如果早六个小时出现就好了，是吧？来这一只，来，观众又学到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可以成功的话，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欸，这样我就可以专心的养色尾就好了。我记得你是不是之前我在玩伺服器的时候一直在帮我的那位啊，老王，其实对你 ID 跟你的头像印象很深欸。可以送人了吗？送什么？你说送观众吗？等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关要关多久啊？好可怕！看一下哦。查看能力，这个是没有的，没有的放上面，有的放下面。想有人想要接手这边的。时间不清楚，但会担心的话放进去把蛋孵一轮再拿出来看就好了。好的，等一下哦，好的吗？所以这个拿不进去，你好，好的，来试试看。嗨，一声喵，好可
他那么一说，好像有印象，但不清楚，我没有用过。哎呦，那你这样应该可以不用生了吧？没关系，安安云云。热血开敷，敷起来。挂台，好，挂台。我没有用过，但我知道这个，完全没有想到。没事，遇过才知道，我现在也知道了，可以跟小雨他们说了。我说，干啊，你们玩剑盾的不知道这个东西？然后小雨应该是，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？我又没有在生蛋，这样子。欸，不是啊，那 HTT 也不知道啊。哇，那个废物，你们嘴我嘴这么久，自己也不知道。没有啊，小雨其实他没有嘴过我啦。我就讲啦，我跟小雨的关系其实就是。互相尊重的那种关系，我们不会开对方的玩笑，所以今天他不是一直很抱歉说那个迷你龙的，不啦，那颗炸弹的事情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一直讲说没事没事，真的没有怎样，没有怎样，没有怎样，不要想太多。我也觉得我也笑得很开心这样子。同性别能使用吗？我刚本来是要放同性别的，可是我发现我都是公的。公的有那个复古，母的都没有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对小雨我其实会特别的比较温柔吧。你都复古，你复古，你没有啊？你如果要敷招式，可以先提前敷啊。那你要不要这游戏破台后改玩剑盾？我不要。条件只有编号一样，知道同一只吗？看一下哦，不是复古事件吗？对，就是复古事件，没有炸弹事件，好吗？有一只哪来的病毒？有没有？玛丽露复古事件。现在是要敷什么？色尾，单纯敷色尾，高 V 色尾。这种，哎，新来的，我教你几招，没错啊。没办法，没玩过，所以不懂啊。那时候剑盾只知道哦，极具化哦，很厉害哦，好棒！你回来了，嗨！我等下帮你弄，我晚点帮你弄。嗯，太香。好，这时候进去看他。
这只。有哎、欸！哇，谢谢你，你拯救了我。哇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！天哪、啊！这是也有的，因为功德移动。哦，为什么就功德遗传到复古啊？查看能力，真的，大家跪下来。哇，谢谢你，你帮了很大的忙哎。哇，我一堆复古了，对哦。然后，好，我先把那几只铺完，再来繁殖母。不是繁殖母的啦，母的都扔进去。红线不放吗？对，好妖。繁星，你吃晚餐了吗？我吃了哦、喔。白痴哦、喔！干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浪费1000块。先把啊那些男的男的女的女的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先不要拿蛋，我们先统一一下啊，那个母的，的放这，啊公的，不，好。来，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，不要吵架哦。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这是男的啊，来，再跟一个男的。复古可以干嘛？你的血量先扣一半，然后把你的力量提升到最高。各跑，各自跑去其他宝可梦玩了。好，那我自己去升蛋。那感觉这一版的也真的很快就好了，好棒、喔，感觉没有像以往的那种很麻烦。告诉大家，各位安安，开心安安。百变连，百变连十八还是中了7%，我恨你任天堂。就像代码，欸，我还是觉得真的只是那只百变怪的，对吧？那只宝可梦的稀有度跟难度，
对不对？难道我要现在去连锁百变怪吗？我不想要哎、欸，我觉得百变怪一先机球难抓，还要跟他打架打到 PP 没有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可我应该要今天就是开始记那个连锁多少颗，连锁多少颗这样子。应该扔了有100颗蛋了吧？好，我们进去。对啊，凯星是不是很早之前那位凯星啊？我突然觉得，我那个玛丽露，我光的白痴哦。很早之前是多早？我忘记了哎、欸，就很早之前，曾经有出现过，查看能力，啊，这个没有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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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等一下哦。我好像上下八次就升了。我现在是生蛋生出色，我遇到难题。他车子翻跑，对啊。M 啊，我很怕抓那只黑暗鸭，第一颗球一颗球没有办法抓哎、欸，没有怕是怕这个啦。M， 你要木下力士吗？阻挡哦，对耶，你要木下力士吗？我今天大量发生是木下力士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，我等下抓一只给你。你抓铁甲林都用阻挡，哎呦！不要臭五图剑啊，你不要哦。你不想要图鉴哦，好吧。欸，我刚刚是说乌鸦吗？啊，是梦妖啦。我想说我抓不到乌鸦咧。这不要哦，好吧。好吧。这代没打算收集图鉴哦，好吧。那你现在有空吗？来交易吗？还是晚一点？
我试试看是不是进去出去就好了。可以，那你等我一下哦。可以交易，好。我速速看，要丢什么给你啊？锦鲤龟，或锦鲤龟的蛋，要不要？啊，没那么快，看来没那么快呢。再花一千，来，我等一下给你密码，我撕你密码哦。你在哪里啊？等我一下哦。我找不到你耶，等一下耶，等一下不会。没有啦，为什么要遮？因为现在我是拔掉 switch 的方法，我是拔掉 switch。等一下哦。有听到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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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密码是你了。嗯，怎么没看到？我怎么没看到你？哎，那我重进。没有欸，你要不要也重进一次看看？欸，有了，这是你吗？完全没画面，等一下，因为密码不好打，我所以想说用拔起来的打。拜拜，杰尼龟。好，我去帮你抓。等一下哦，快好了，我要去帮他抓梦妖。宝可梦，哇，好难按。
那我知道怎么用啊，所以我自动存档先关掉。好了好了，哇！可是帽子好想拿掉，没办法哦，我觉得它纸娃娃系统不够多啦。好，找梦妖，好可梦。哦，自动成长，关闭，决定。哎，刚好在隔壁，是不是？冲啊！刚好带一下。移动。对啊。帕奇利是不是可以带一下？哦。第十一等。梦妖很可爱，而重点是你要黑暗球的梦，你要月亮球的梦妖啊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没办法玩一球啊。存档是不是？存档，宝可梦，存档。啊，你要公的还母的啊？没差吗？带五只帕奇利在地洞打一番，没差哦。好，哎，不是哎，不是哎，等一下要带，等一下哦。我刚好存档吧，对不起，我想说试试看。哦，蛋总用的 哦，好。喂，哦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看看啦，3018。带一下哦，准备一下哦，移动。好，再存一次档。来，你借我垫垫看。来，蹭蹭脸颊。哎呀，被蹭死了。好，不行。
我还在开，我刚开，我刚开一个小时。母的可以可以可以，战斗愤怒门牙，对你愤怒门牙一般系的，我在想什么，好可怕。好像不好抓哦。好像不是很好抓哦。要等我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很低的宝可梦可以用哦。啊。我什么低等的宝可梦？三十二。三十一。二六。哪看呢？没办法，打不死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一等，尼多拉，尼多纳，布鲁，幻象空，会被打死吧？二十二，爱的名字叫小茶哦。天机球是被重复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他要的是月亮球的蛋种，球种。他要的是月亮球的那个球。天机球我知道啊，懂吗？今天要他要的是天机球的球，拿去培育用的，所以。没有要那个，哎，不对啊！你要球种的话，你也要母的才行，不是吗？要母的梦妖啊，对吧？对吧 ，M？ 不用哦。啊，百变怪齁。哦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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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人家就是要月亮球那边红球。我变了你哦。那我就安心抓咯。
有潮式房屋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这是为什么叫小潮啊？是刚好电视广告在播有潮式吗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这只为什么叫小潮吗？早安，早安，小兵，早安。巢穴球，北西游。哦，你那天不是在把每个球都弄一弄吗？绿安安，我先洗澡好。你洗完搞不好还没好哎、欸。哎、欸、不！哦、战斗。对呢，幻象光会混乱呢，忘记了，我忘记，我真的忘记了。好刺激，好刺激，打架打架。哦，他好哭啊！把他捆。去吧 ，Yui。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哦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好啦，不要再混了啦，战斗，混啦！总该中了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颗月亮球有毒是不是啊？哇，这颗月亮球有毒啊！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弄，没有用。哎、欸，好难哦！小鸭嘎嘎安安，小鸭鸭嘎嘎安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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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月之石进化，所以捕获率跟一般宝贝球一样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就是难抓。
抓到梦特百变怪人，开心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哎、欸，其实蛮好看的哎、欸，我之前一直觉得风女王。麦拿哦，我一直觉得风女王就是会很大、很突兀、很奇怪，我印象还好啊，这样子，而且她有压迫感呢，天哪！啊、你非得这样子，你非得逼我杀死你，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逼我？我不放第一只，又有一堆人说你为什么不放第一只？我放第一只跑不掉啊！啊你为什么不练它？啊，我就只是补图鉴啊。内心戏很多哦，哎，太难抓了啦。睡觉啦，红血加睡觉，还摇一下就爆，在跟我开玩笑，好像有押韵。哎，有了一球，睡啦！好啦，等他回来吧，我们撤撤撤。哇，好辛苦哦，抓好久，我的天，快跑快跑。
累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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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了，靠这边耍笨。草地大地共有虎，我谁要问虎虎？我有虎虎啊！我本来想去连锁一只色尾虎虎的，色尾虎虎很好看。刚刚那算彗星捕捉吗？对，是丢之前会有个奇怪的声音，星的声音。骆驼母抓了哟！来，我们存一下哈。啊，那里。东西，然后就发动了彗星，还是有机会跑掉哦。是哦，发动彗星还是会跑掉，我不知道耶。东西五块钱，哪边抓过的？就沙漠一大堆啊，沙漠有很多湖。来看看完成了没。今天第三次看台了，嗨，安安，有什么实况组是一天看开三次台的呢？没错，就是我啊，赞赞赞！不然我们去地底抓那个好了，帕奇，带个带两只帕奇利兹，哪个是我的？哦，这个。开三次哦，网络不稳一直断线，人重开的吧？好，那不止三次了吧？这里。话说可以先敷一只月亮球的梦妖自己留着，梦妖我还好哎，梦妖真的要的话，到时跟他讨就好了，他不可能说不的。他是不会拒绝我的。哦，这个按真的很久，所以我刚才又想要拔起来按。开始，是全世界最勤的实况主，那也不会是我。Alright， 有多少人那么勤？不是只有我，帕奇利兹这边有，可是很少了哎。还是我那个啊，哎，虎虎啊，你看啊，我帕奇利，干你谁？啊，逃掉，虎虎太硬了，不打。啊，刚出现什么东西？还接死虎虎，我的天哪，你是不是太过分啦？网路确定断掉是什么？
对，我变回单人了嘛。好的，宝可梦，在这支练的移动。平安安，平安安，平安安。可是虎符结石很浪费，虎符已经很硬了。因为网络也出问题，哇！按错，有，我要去改雕像了，我要回家改雕像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改雕像，我往回走。我现在，我是改什么？电子棉，电子草，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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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虎虎走那么慢，很勾机耶。对啊，我现在是用电啊，是重启的，没事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交货。你洗这么快哦？我都是逃跑，那就特性二选一啊，所以有得刷了啊！什么承重球？哇哦！感谢 M， 热水有限，洗快一点哦。而且对啊，而且如果冬天的话，我这边也是热水有限的。
那我这只可以放掉了、欸。好，我去布置我家。改成电器。来了，来哪里？看看哦。叮。还完美，是这样子啊，摆放石像。好了，现在不要重的了。我都觉得画面有点歪呀、啊，你们有觉得吗？好像斜一点呢、欸。收拾，收拾，收拾。觉得弟弟是不是斜一边啊，看了有点歪耶、欸。虫的是吧？不不，电的是吧？电。话说雕像可以转向吗？可以。没塞到吗？哦，好了，有嘞。那、啊、我要当黑社会大哥了吗？他是说这个啦，移动，然后按一个 R， 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大幅提升，走，打老鼠。有第二个属性也是电的吗？没有啦，没有电属性跟电属性的啦。他就是比如说你是电加火。欸，那就是帮你找有电跟火属性的优先排除吧。啊，电的哦，啊，电的哦，欸。Mary。教主，你门口左右各放一个大型的雕像，然后后面对门，后面门，然后面对门口。我知道啊，可是难啊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想先抓那个帕奇，他脚好可爱。Barbie， 移动。哦、啊！我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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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鬼吓死！
对啊，然后回去孵蛋的啦。至少抓一只好不好？抓一只帕奇利兹，我们再回去孵蛋。哇，现成的，哎，放掉一只了，延迟有点严重，会吗？你的严重是几秒钟啊？哦，又来了，这只招叫彗星捕捉。彗星是快那个吧，会不会的会吧？测试好，听我说测试。为什么剑子棉是雷器？剑子花。你们会延迟很多吗？啊，没延迟，不是没延迟，应该延迟不会很重吧？还是网路问题？干，等一下怎么那么凶？拉打。不要这么吓我啦！吓到了，白痴哦！三秒左右，哎，那我还蛮低的啊，平时很低呢。哦，开箱，哎呦，回收。物质大力死团花生，你刚刚就打双本鱼了，你就完蛋，会有人跟你四步两立。24030没有啦，不用测试了，他的网络问题。火爆猴哎、欸！我天啊！哇，好凶好凶哇！就怕就怕哇就怕啊就怕就怕！林格，有时候下一次打双本。偶尔啦，我就是那种很无言、很无言才会打双本。因为那时候说诺英来秀怕秀怕，他就很不开心。我就哇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有时候玩笑不能开，算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。那时候打僵尸猪人，他们说哎诺英啊，啊算了。嗯，其实他蛮好看的啦，鸭嘴宝宝也蛮好看的。哎哎，破坏时光，嗯，招也都太短了吧，天哪、啊！
讲出来，没有啊，就是怎么讲啊、感觉最近对我的攻击性很高哎、欸，有些话都不能讲了，就觉得啊、哦，好吧，都不要讲，不要讲了，我还供啊，我还供啊。像昨天学的哦，米娅宝贝哦，都不能学了，哎。等一下，真的遇不到帕奇利兹了啦！没有啦，今天帕奇利兹在这边遇的，那就不说了。怎么讲？不说觉得很无聊。可是他们那些节目效果，有时候就是需要有嘛。啊，不说又觉得啊，不要，臭石头。哎、欸，你要宝贝龙？你要、哦？好啊，你等我一下。有宝贝龙你就要。那你等我一下哦。三走。我用千机球可以吧？你要宝贝龙还是盾甲龙？你要从头开始还是暴飞龙很强啊？我有啊，还是我给你一只现成暴飞龙，你自己去生啊！我随便抓一只给你，你自己去玩啊。来，蓝烛龙，普通球好不？普通球。你这不喜欢特别的球，好好好，我试试他，希望他不要死。嘎嘎早安，嘎嘎早，嘎嘎早。欸，嘎嘎，你今天大量出现是什么？干龙系呢？对呢，龙系。我很抱歉，他击中要害了。甲壳龙，盾甲龙，好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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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。当电球太丑了，会吗？不掉了啦，抱歉，我很抱歉。他出手就是要这么大力，我也没办法打他。宝贝龙在洗船机中。哎、欸，干干干干干干干，等一下。不过他都今天想，问那个啊，那个谁 ，M 你要吗？纪念球的宝贝龙，这么痛的话，哦，训练球也可以，那你们私下交易吧，如何？那位叫做笨小子，那这位叫做 M， 你们认识一下。欸、我还记得你叫笨小子哎、欸。是吗？我是不知道啦。所以笨小子，你要给他吗？你要给的话，那我不抓咯。我在问屁话，你一定要给他。教主，你身上我知道有东西，可是我要离开才能拿。好的，感谢你的提醒哦。试试看普通球，好，他就他只能死了，
那笨小子，你去87878686给他。我上 Discord 找他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放生掉了，啊，我放生掉了，快吓死！冲啊冲啊冲啊！嘟嘟。下地洞又回不去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哎、欸，遇不到的啦，帕奇利斯嘞。放生。泡芙找我，后来不会很早。你们好恐怖哦！比如说，刚好一只什么？好像，哦。哦哦，大前蟹，大前蟹，大金，大大大优惠，咚咚咚咚。啊，这个抓不到帕奇利斯，我们去吃孵蛋了，不太久了。彗星主播。过红烧鲤鱼、糖醋鲤鱼，鲤鱼真的能吃哦、喔？鲤鱼不是，不记得鲤鱼土味很重，而且骨头也很多，还是什么？不想一只一只丢，删掉存档最快，有没有？不能拖了，不能拖了，不能拖了。不然蛋不用孵了。来，今天帕奇利兹捕获行动失败，没抓到松鼠。那我们动，好，回地表。You
哦，所以才会那种很辣味或者是酸味，做底味啊。在上面，好，男生在下面，好，移动，热血开身，好了。等六只再来，宝可梦，等一次六只再来服吧。那我们继续地底探险，欸，女生在上，男生在下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不行吗？其实一般生态中男生应该在上面才对，所以嘞，欸，那边有捡石帕奇力之，我这个从一开始就想要用的东西弄到现在还弄不完，天哪，我的拾荒大队一直没有办法成型，不要走开，不要冲啊，走开，不要 ，no no。捡十粒之，我觉得大家都很缺啦，所以没差，没关系。获取物品，高士机看一下哦，龙爪哦，地震哦，有了，我看一下哦，小碎片二十，哦，是指这个哦。去发电厂外面抓再生吧。可是我一开始等级那很低耶，欸，我想要一次等级高的，欸，哎，慢慢练好，慢慢练真的很慢，欸，因为那天也是公马跟母马的赛跑，啊，母马就赢了，真的练太慢了。哎，欸，好无感哦，怎么没有电系的啊？哎，嘟嘟，底位啊！你要几等啊？至少就是60等以上啊！我太贪心了吗？我是不该这么贪心。
奇怪，帕奇是不是都有吗？怎么会没有啊？最高49，没有啊，留下来自己用呢，自己抓、啊，因为练太慢了啊。这游戏练等真的还蛮慢的。嗨，安安。其实认真说起来，在水中可以做到更多。靠腰哦，闭嘴，不要再讲什么。还没12点，只有我先发车才能发车，好吗？车长还没发车，你们在发什么车？懂，回到地面上。那这色围很好看，蓝色的啊，我知道啊。莫鲁尔啊。算了算了，什么？你昨天看过谁？啊？在洞穴抓的？那你不要了？只取帕奇一只，你不要？你在哪个洞穴抓的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怎么遇不到啊？你不要再让我啊，如果你有要的话你先留啊，可以抓。第二颗没办法，是不要再让给我啦，如果有要的话先留，没关系。是干欸，好妖啊。对啊，他回来找我了。我的司机呢？怎么还没？我的司机他怎么还没出现？穿过空洞，我知道啊。我之前这只就是在这边抓的啊，穿过空洞啊，是就是没有出现啊。等一下哦，这时候巴奈朵的用处就来了啊！复制，我复制你的石渠，孟特波克比要吗？虽然通常都用普特，那就普特啊。孟特是超幸运吧？对不对？我记得。
再看看今天能不能轻一点。有啊，我的这只就是超幸运啊。声控系，那为什么还不给我那个？哎、欸，那叫什么？这为六 V 嘞，这为六 V 母的。哎，许愿许愿，教主给你吧，我只放仓库没有用。今天刚好路过，不好意思。记得存档，它有自动存啊，自动存。没关系，你再留一下，一定会再出现的，一定会。嘿嘿嘿，这时候撞下去的时候才决定它的特性吗？还是本身就决定好了？你的彩虹小马要什么颜色？我说，圣诞老公公，我要女朋友。哎呀，那是神盾经理，我要女朋友。芳香治疗，我知道。我刚问什么东西本身？对不起，瞬间忘记了，我好烂，我最烂。客房太完美了，我特性哦，对吧？就是进来瞬间嘛。所以撞之前不用存档了。宝可梦的速度，怎样？它本性不坏啊。然后抽抽花，哎，我去抓一下。然后我还差日之石，哎。看它这口水，好割哦。哦，这个声音真的好好听哦。会是在这边？你干什么？有帕奇利兹吗？该回家喽。不是，他口水太隔了，好不好？他只是一种鼻涕般的口水耶。那是鼻涕口水，它不是真的口水。拾荒小队完成。再就是把那个了，把阿伯斯五练起来了。好猛！想带一只母的哎、欸，你是母的吗？是，你是
但他会逃跑。好酷哦，好妖。公公想咬人啊，我不讲话了，我不讲话了，我不讲话了，好吗？欸，特性是什么？逃跑，好，看到了，我看回放。去死吧，王八蛋！啊？教主给我精华吧，会啦，只是今天下午有个精华。回放。晚点关台剪一下吧，因为下午有一个是那个骑脚踏车倒退的爬坡，然后跟。跟这个剪一剪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啊！公的，你为什么是公的？公的就得死，你知道吗？教主，你好像搞错意思。你要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教主，你好像搞错我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功德必须死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突然看到这个，觉得很可爱欸。啊，先回地表啦，我们先去取蛋。两颗荔枝在路上跑，荔枝。没要解释清楚，感觉要打很多次，无视我就好。好，感谢你给钱，感谢你给钱叫我无视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继续下洞。
这才叫用钱，别理我好吗？好，感谢杰云的75块钱，感谢感谢。来吧，宝贝儿，希望我的拉普拉斯可以70点。拉鲁拉斯还是拉普拉斯？拉普拉斯怎么连？你教我。捡石，母的，来，欢迎加入繁星企业，谢谢。哎，有人要攻的吗？有人要攻的帕奇利斯吗？拉鲁拉，我想说拉普拉斯不是要去水上浴吗？你怎么？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你想要来啊？我们地表见啊！泡芙说要，哪是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干妈来了，妈！哎呦，可以生蛋了哎！对啦，来你们，好可恶！所以。然后我真的是希望沙奈朵可以好好休息，因为这是沙奈朵等级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灭龙大蛇哎、欸，移动。好了，拾荒小队完成。是说他们生蛋好快哦，因为那个啊，因为两只相同的，再加上我有个混元护符，混元护符就是会提升生蛋率。泡芙来哦，3个87，按错。泡芙颜色怎么变成绿色了？有吗？不是蓝的吗？哦，泡芙嗨！他的特防是完美哦。你该不会是要拿？我来，我们又集到了一张 H 哦。原型护符是全图图鉴吗？那个你打完四天王。一个游泳池上面不是有人吗？请你去打他。你打赢他的话，就可以拿到原型护符。感谢泡芙。来，我们的集点卡。看好这边泡芙集点卡。好，换个颜色好了，泡芙喜欢的颜色。好了，那个四合泡芙，这个好了，泡芙集点卡，就是 A B C D E F A 在这里 ，F 居 H。哦，按错，
嗨嗨 A K L M N O E Q R S T U V W。我看我自己是粉色啊，这个颜色有点难找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B， 换一开始的哈，不然他们一格一格很难对。这个，好，这一格一格，再开始 ，YZ， 然后惊叹号问号，完美，存档。所以你知道在哪里了吗？这样你有 H 早说嘛。我没 H 啊，我没有 H 啊。给你看一下你现在的几点卡。我没有 H 啊，我现在重复就 F 而已啊。好，你还有 B C D E 可以让我。然后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原型护符啊，原型护符在，我一直按错，烦死了。我接好图了，我超多 F， 不要再给我 F 了。这边，你来这边，这边不是有度假胜地吗？然后有一个男生在游泳池上面，他说你打完道馆那个四天王之后可以回去找他，那你打赢他的话可以拿到原型护符。可以吗？那个谁，霸王吗？好，霸王，加油！话说名字绿色应该是会员关系吧？会员啊，看第一只小偷可以偷东西。然后后面五只就可以帮忙捡东西，哦，好棒哦！打开看一下，哇哇，你看多棒！持有物，交付持有物，这才希望我的阿伯叔叔赶快起来啊！但可惜的是，他是务工角色。蜈蚣角色打那种会进、会麻痹、会毒的就很亏。好，然后宝可梦，开始孵蛋，哎，又捡到了！我的天，还是我刚根本没有用，有放鬼包包，哦，我刚没有用到啊。那我的拾荒大队放这边哈，普通普通的狂跳哦。这个是孟特，在整理吗？没有啦，稍微而已。好了，开始孵蛋。这是小鱼吗？我其实那天看到这个 ID， 我是想问那个是小鱼的 ID 吗 ？WING， 感觉不是啊，是谁啊？好，开孵。
叮叮，就今天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打喷嚏。今天标题，阿丘，标题打那么久，结果还没孵蛋，打眼。你看生了，生了。就可惜绝绝兔没有在这一版有啊，不然绝绝兔也可以死荒大队啊，绝绝兔啊啊，喵喵也可以，可是猫老大就没有死荒的样子，对，猫老大没有死荒，他就忘记怎么捡东西了，难过。小偷的话，你可以去找有没有察觉。可是察觉的话，我那时候在想啊，因为察觉的话是那只宝可梦原生看有没有，对不对？它超幸运跟复眼的话是可以增加它携带的那个啊几率啊，所以你战斗只要一直用小偷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我是这样想啦。德文熊不过直冲熊有啦，有拾荒，不是拾取啦，不是拾荒。因为我那啦啦啦啦啦。不然也是有人说是用复眼再加先机球嘛，因为看了一下超幸运就只有那个超幸运加小偷，就是阿伯速度比较快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啊，小偷要慎选，小偷这个技能给谁要慎选，我那时候犹豫超久的。现在就是乖乖的等这位，欸泡芙，我的未知图腾，我就不去抓了哦，就交给你了哦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好啊好啊，那再给你属于你的仓库页。真心觉得麦块模组挂跑步机真的不错，有好有坏啦，因为麦块它那个蒸蛋太慢了，都是玛丽路，对啊，但是想要设为玛丽路啊。不见了欸，看到哈基他们换游戏了，好可怕。哇，都攻的。欸，没带到不变之石啊！九多马德，九多马德，不是六一，不是重点。
个性不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欸，不是欸，等一下哦。好的，没带到啦，不变之石啊，在这只身上啊，移动，惨了惨了，被劈，被劈抽掉了，确定一下哦，好，不变之石红线。原本一开始还确认说哦没问题了啊，是，没事，我们再来凑一下，随便玩一下。半泡芙这只给你好了，这只是6 V， 凑掉啦，蛋凑掉啦，贵州海料料理啊。来啦，看一下哦，勇敢，不不，查看，加攻击减速度，哇，亏了。干妈来了，好，干妈等一下哦，认真，认真，你认真，刚刚好，太完美了，爽朗哎，之后爽，懂。那干妈等一下哦，欸，好险，这只是公的，你才能用到，欸，如果母的话，那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就只要好好的把那个红线带在这只身上就好了，好吗？那你等一下给我哪一只颜色啊？不，我可以问一下未知图腾下一个是哪个号码吗？让我有心理准备，我先把它摆好位置，等一下不用摆了。来，下一个未知图腾是几号？我直接放在集点卡上，这样子直接换就直接好。我猜是 D。干妈是几号？我看看，好呀，好。啊，不是欸，不是欸，蛋抽掉了欸。还好不是设为蹦出什么认真，我会哭出来。还好没设为。我开奖了，开什么奖？啊，刚好，难过，是因 M 吗？好 M， 你还没遇到 B D 啦，不是 F 那个 F I N D 吗？懂 ？I N 在哪里啊 ？H I J K L， 好 M 是这个位置，好。干妈来，请问集点卡收集到一排有什么奖励吗？没奖励啊，只是这次泡芙专属位置。86，还有臭掉，对，我还有一颗蛋要孵，我说看看，
我好怕开到色尾哦，真的好怕哦，我会哭哎。这只是 M 哦。好啦，现在看懂它是 M。干脆不要输算了，我在想欸，你看输了会受伤，不输又觉得很好奇。感谢干妈继续生，啊，我可以很勇敢，也可以很简单。转头没转，问一下、喔，好像很要好，好像哎、欸，薛丁格的六个蛋。如果不行，炎灵很恐怖。哎、欸，看我哪颗是啦？哎、欸，哪一颗是刚刚坏掉的蛋？左边、右边，哪颗是坏蛋？后蛋是哪一颗？干妈，你记得吗？左边还右边？左边是臭蛋哦、喔，好，左边臭，好，左边臭，好臭臭臭，他臭，怎么今天一直状况一大堆啊？今天有那个复古事件，现在又有臭蛋事件啊！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左臭臭，好，左臭臭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你那只玛丽露也可以练啊，就是难过是难过在他那个他的速度会比一般的还一般宝可梦还要慢，慢10%，至少复古事件解决了。对，感谢小仇，小仇收到了大家的膝盖，太棒了，你帮到了很多人。好了，臭蛋生出来了，各位。小落地而安安。
叫你角落企鹅安安很快哦，因为叫企鹅的话，好像聊天室有几只企鹅。明明也算是元老级的兔仔，你叫角落企鹅安安。有11颗坏掉的蛋，还讲究竟是臭是香？好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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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险啊！都好好好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上升，上升，上升！再检查一下，看能力有没有查看能力，然后。好，复古水流喷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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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上升，上升。来，第一颗是臭蛋，啊，第一颗是臭蛋。来，臭蛋殿堂。老板，我在想是不是要打会吃平平娃娃的棋。我知道是谁呀、啊，他、啊、就只是聊天室也有企鹅啊，来聊天室的企鹅打字，有几只企鹅来打字，啊，就目前看到会有三只企鹅，一只偶尔打字，一只是你，一只是超少超少在打字的企鹅，忘记是。应该不在了，因为这都是偶尔看到就呼吸一下打个这样。不，我不是企鹅。这里还有第三只企鹅吗？你是章鱼哥，他是章鱼哥。这里还有第四章鱼哥吗？然后小瓜，喵。我是章鱼哥，搭建搭建，大概就是，跑一趟可以拿五颗蛋，所以刚刚好可以五到六颗蛋，所以刚好等下就可以生，等下就生出来。你说谁尖头？我是好想学蔡大仙的声音了。海绵宝宝，你说谁尖头？不行，现在不行。你说谁尖头？
他蛋裂开的声音真的好像蛋裂开的声音哦，他到底怎么办到的？哇，这個。一次孵化全部五颗啊，就一次用啊，就不用一个一个点了，因为每次都会骑到一半突然停下来。开箱，什么？天真，太天真了，放生。有，都固执碎啦，完美普通，完美普通，好了，稳定了，现在就很像是一料理评鉴大赛，我现在在养乌骨鸡，现在品质都稳定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人小当家出来。你吃一口就知道了，卡哭啊！后面就敷6V给你看，会不会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有很多6V2啦，我还送了三只6V走哎、欸，要不要两只啦？一只给泡芙，一只给小雨，6V都在这里。看来明天继续敷。我本来想说那一天丑丑鱼事件要怎么比喻，就是很像，Holo 不是有一个天使吗？那个繁殖龙源繁殖3000多只，然后结果船长繁殖20几只繁殖到。那种感觉，那现在色尾也差不多吧？哎、欸，我没有了，你怎么不转头了？不够低吗？色尾耐久孵蛋台，会死人，真的会死人，孵到睡着，跟你讲，孵到我跑去睡着了。他是大猩猩，不是天使。哦，我现在很少在看 Holo 了啦。所以你们说什么有六奇生出来，我完全已经脱节了。那先闪服。那也可能要靠你帮我呢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剑盾比较好敷，没事，一定会敷到的。
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你看，搞不好这一批就有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第一颗就送给我，好，棺材，耶、yeah! ！我在想等一下棺材或精华怎么给明天用的。本来早上起来要捡那个精华，可是哦，起来之后，我完全忘记要怎么捡，要干嘛捡的，所以我想算了，直接开台好了。我是珍珠。胃还没，要等大量发生加后院加大事。对啊，而且全国图鉴有破音，全国图鉴人家说不好解，是因为还有什么噩梦神跟那个谁阿尔宙斯泄密是靠 bug 嘛？阿尔宙斯跟那个噩梦神要怎么获得？我可是一个仙姬球遭到神兽的人啊！不是啊，因为设为这个几率又比钓丑丑鱼跟那个还要久啊，还要大、啊，然后而且就算动设为好了，那也要看是不是母的在家体质好啊，至少不要扣到。力量跟速度就好，就是力量，对啊，力量速度早要买。达克莱伊等痛，对啊，所以反光护符的话，就真的要等那个啊，等明年了啊。都玩白金吗？会有白金吗？白金公主，速度普通。HP 了不起，防御相当好，还这两只复制哦，啊，普通的啊，放生，梦幻跟基拉奇没玩剑盾跟 Let's Go， 会不会完蛋？我会跟杰克，到时候会跟杰克借那个、啊、卡带，所以不用担心我。说那些人是不是可以跟人家借啊？借来摸啊？还没玩过剑盾，我也没有啊。哇，阿亮，你还敷得到色为敌王，很猛哎、欸！借来玩，会啊，就是存个档而已啦，就没有玩。我没玩剑盾啊，剑盾那时候是菜渣玩，我没玩啊，我跟着看而已。
欸，他那时候是取我的名字吗？真的忘记了。他那个岩上事件我也没时间看啊，快一个小时的影片。是哦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好，两年前的事，不知道他的嫦娥图是那时候取我的名字。开箱，这一步直接看最后重点，几分钟啊？看最后几分钟的时候。我知道剑盾精华 啊，不就是五十分钟那个岩上事件吗？我有看啊，只是前面看了十分钟，我就发现没时间看完。看完十分钟才发现怎么这一部有点久，然后打开那个影片的那个长度，发现说是58分钟吧，还多少是吗？我说完蛋完蛋，没空看。然后什么剪片又要开台玩这个，都没有时间玩。嗯，剑盾至少玩得蛮开心的。嗯，早上有点久，吓死我了。哇，都公的。宝可梦有什么好岩上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就是打队友吧，是吗？就觉得说啊，你不该这样子玩什么之类的。前几天信在打四大天王也是被岩上啊，不是岩上啊，就聊他的聊天室就是很奇怪啊，就是说什么你怎么可以嗑药过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就是这样很难看什么之类的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就不知道啊。还、啊、有时候就是都要节目效果，还是一些从30分钟开始哦。好，我晚点观察去看我。不玩这一批休息哦，我有点僵了，真想好好休息。睡醒再剪个片，然后再来开始。有点吗？有点什么？有点呛吗？就坐着身体会摇晃，这样算什么？嗑药？呼麻？
金西带吗？金西在吗？疲惫吧，就累啊。你想逼乌麻才不会晃呢？不会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都没呼过嘛，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晃？这代表我没呼过嘛，对不对？那头晕、想睡、很累，这是什么症状？很简单，这就是穷的症状。哈哈哈，你没钱。那你有空帮我通信进化飞天螳螂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我有巨仙螳螂了。来吧，来来来来来。等我孵完这三颗蛋，三颗啊。啊，乌马会让你放松。然后嘞，当只百变怪摊平而已。你确定不是臭臭泥吗？哇，那当百变怪好辛苦哦！你那只要打对战塔的，哇哦，赞哦！要打对战塔的飞天螳螂，我要讲，要打对战塔的飞天螳螂。有时候萤幕卡很久，都以为是有特殊的会跑出来。就是有那个迷彩的那个啊，阿罗拉的那个臭臭泥啊，欸，超强的，欸，阿罗拉臭臭泥。那呼什么才会不呼什么？那吃什么才会像可爱的？玛丽露。我好了，好恐怖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是遇到公的百变怪才要生蛋，啊，遇到母的不是百变怪生蛋好吗 ？Pokémon Home。看到杰克开启了 Pokémon Home， 我在一个86哦。他已经是我的全国图鉴工厂。杰克起床啦，杰克没睡啊，杰克不是8到10点是那个吗？四人行。哦，我拉一下我剑盾的巨后。哦，欸，你关台了，你没有开台哦，等一下要关了。看一下我的螳螂，我在这。好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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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刚压到我的肋骨，我的肋骨压到椅子的手把、握把，一直都是靠的地方，好痛死了！他说头痛休息哦，你刚刚头痛跑去休息，就好好躺着啊。肋骨啊，不然我说排骨哦。粘球跟八瓢虫遇不到，只能用百变怪了。
哦，还有那个谁，黑鲁加也要用百变怪身吼。哦，黑鲁加还有黑鲁加，粘球是哪一只啊？蛋球，看一下哦，你练什么？哇哦，六个太完美，朗朗技术高手，有没有兴趣再用一个给我啊？交换，你有没有兴趣再培育一个给我？好棒哦！我又把一些你没有的顺便给你好了。哪些？你要给我什么？哦，原丝珠哦，哦，白丝哦，那我懂了。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那我先顺便看一下。非常好，完美完美。那我只剩下玛丽露货币哦。哦，赞呢。哇，我不用升了，谢谢你。谢谢你9527，那我还你哦，因为你放在我这，我会不小心弄不见，藤蔓怪用巨蔓藤，我还没遇过巨蔓藤啊，因为小雨说什么一周目就遇得到巨蔓藤，我说哈我没遇过哎、欸。对，好诶，那我只要一直丢这个给你就好了。太好了，这比生蛋好玩。看他眼睛是钻石，钻石镜就靠他了。我觉得勾魂眼的那个恶作剧之心也蛮不错的啊。他的恶作剧之心是那个嘛，只要放状态招的话，一定是优先使用，是很棒哎、欸。搞人很好用。我以前最讨厌画的宝可梦都是这一只了，他身上藤蔓太难画了，我以前只要画到他就很放弃不想画。ILC45612333，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哪些没有？太猛了。他都有都市传说了，我知道啊，小蓝嘛，就是小女孩的雨鞋小女孩。那这些我可能真的是没有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我的
天哪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刚刚忘记我在充那个研发手法，我把我手机的充电孔给拔掉，在充我的研发手法。哎呀，手机没电了。讲那些你懒得抓的，这是多难抓啊！钓鱼是不是？钓鱼那可能就真的很懒得抓了、欸。哇塞！我现在好像在看宝可梦的那种走秀哦。看阿亮都做了什么事，好强哦阿亮！我要想到烘焙王那个，你真棒，亮！亮你真棒！哇，我省区！哇哇哇哇，不行不行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我夜之石都还舍不得用在他身上哎。还有什么乐天合同也是。乐天合同、臭臭花、美丽花，我现在没看过日之石哎、欸，有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有月之石应该有日之石吧？还是其实我有我没注意？我看我等一下休息去敲矿。石头你挖迷之碎片一定很多，有弹要挖，可以挖到日之石。好，这次我有了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嘟嘟力我就有了，没事，第二天用水之石，哦是水之石哦，好好好。狡猾天狗夜之石，狡猾天狗，我连那个，连他的前面两只进化型都没遇过哎、欸。我以为你懒得练，可是那时候刚好抓到，抓到就是，抓到就刚好待在身上练了，藏在这里吧。地下夜，我在这里看，你要我的嘟嘟力还是你的嘟嘟力？哇，你的都是普通普通哎、欸，碎哦。哦，这只我就没有了。狡猾天狗钻石限定，哦。石头在地洞很好挖，可是我就没挖到啊。我也是挖到很多石头，就是好像月之石没挖到过。我相信是我比较衰啦。优雅猫，有听过拾取拿到，不是拾取只能拿到觉醒之石、光之石跟暗之石吗？稍早听小雨说，只能拾到这两个东西，这三个东西啊。不知道网，他应该只是看网络上文章整理的啦。
没事没事，没事的没事的。百科是这样写的啦。哦，也是啊，有时候现在百科也不准的啊。你看看下午的天冠山 VS 雷之死事件，哈哈。从我这边聊一聊，聊到小雨那边去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帅哦，天哪，真的很喜欢早期的吃宝可梦。特别爱前两代的。这个我有了吗？好像有了、欸，没事，让我摸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。你不是说懒得用石头？因为那天有问的观众啊，有问观众说这是怎么进化什么之类的啊。对啊，没有登录，没事啊。让我摸一下，没关系。不是懒得用石头，是舍不得用石头。那时候我石头真的很少，因为就只有在吃饭时间会挖矿。那私下，最近私下就只有在那个图天天蜜而已。这两天私下累了，就直接关台睡觉了，直接倒了。好吧，这两天就是私下涂完蜜之后就撑不住就去睡觉了。那待会神兽要不要摸一下？好啊，你说三鸟吗？摸啊摸啊，摸摸力，摸摸摸力。欸，血童子在哪里抓啊？冰的洞窟吗？还是要去那个冰道馆那边？哦不，你错了，白色。然后给你摸绿毛虫，好啊，好啊，冰洞。绝影，召唤，也有冰鬼户可以抓哦。好，欸，你这只是化石对不对？太古羽虫吗？太古盔甲，
哇，那我真的化石挖的很少哎、欸。再换什么？再摸摸图鉴。再欧北摸。再摸摸。好开心哦！阿亮是鬼吧？我也觉得他是鬼啊！哎、欸，他动身那时候就超浓、超干、超强的，好不好？那时候好像一换季节吧，然后去他的岛上，马上就已经摆好那个这个季节要游的鱼，然后跟我讲说几点几分游，然后在哪边鱼游，还给我一大堆鱼饲料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地鼠哦！地鼠去哪遇啊？你终于挖到气死了！那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吗？插在那个……那叫什么鬼？忘记了，名字像好哦，好像好看哦。花眼怪那个吗？啊，那我怎么前面就已经有了啊？好鬼哦！有 NPC 会送我，那为什么疾风现在才挖到、啊？哦，还是说有那个东西可以召唤，然后可以重复抓这样吗？好鏘喔，挖到可以直接叫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其实我觉得他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哎、欸。开始来到神兽的时代了吗？你是鬼吧？你又孵蛋又挖矿的，哇，好猛哦！
剩下的我不知道你还缺什么了。没事没事，绿毛虫吧。果树爷爷外面最下面的 NPC 给你一个，你说哦，你说躲在草丛旁边那个。哇，换了半小时，说真的要换全国毒性应该换两天了。有要蓝色百变怪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真的要的话小雨那边也有。人家正来自绿毛虫，那我会很开心耶，因为绿毛虫也是钻石那边的，独占。对啊，钻石才有绿毛虫啊。对啊，我有两只了啦，不用。为啥开心？啥开心？闪电！突然想回去看那个了，哎，大海的守护者，那种洛奇亚爆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交换你就当做催眠曲，待会会比较好睡。等一下还想跑光遇嘞，等一下就是挂着跑光遇。为什么没有极昼鸟跟火焰鸟就被恶搞啊？哦，你是说闪电事件吗？哎，好，薯条没了。不能吃太多，痘痘会太多。怎么？我说我痘痘啦。我要吃鸡排，完了，我的痘痘好不了了。原来控药会员才能多一点格子哦。所以他那个是在干嘛的？就是一个很像宅配空间吗？有欸，我真的很喜欢洛奇亚。那时候是金银版的时候是玩银版，然后金版是我弟玩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划时代传说宝可梦，对啊。是我不懂那个是什么啊。我觉得他的手手能飞起来，我就觉得很奇妙哎。沉睡在很深的海底沟，据说落起来一旦挥动翅膀，就可以引起大世界的暴风雨。还有，所有宝可梦的世界银行这个概念，哦。啊，这个今天大家讲的什么火缸哦，火缸就是它，是不是？你就想象是单纯的神奇宝贝电脑，然后它是可以连接版本。哦，不要问，问都是超能力。你说超吗？真的哎，这个是少数不会拿大师球去换的宝可梦。你在旧世代下单购物，要送到这边集运红尘。哦，这个我知道啊。就我只是好奇那边空间还有限这样的问题。我每次都叫他瑟维克利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那时候抓到他就是瑟维，我就叫他瑟维克利亚。啊，奇拉蒂娜，奇拉蒂娜。不给钱只有30个啊，给钱是几个？给钱你要几个就几个吗？那杰克是不是要把400多个给他占走？然后奇拉蒂拉是我 Pokemon Go 的第二只神兽。晚安，晚安。哦，他是温顺呢，他很乖哎。啊，你连格格都有哦！天哪，6000格哦，还是6000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。杰克说的6000是多少？6000格。那我用图用是600格，而6000块还是6000格？1格1块钱。1个月、3个月跟12个月这样啊，然后12个月是10个月的钱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这是他的脚哎，好可爱哦！无限宝可梦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6000，那屁股又好痒哦。哎，干！你在这游戏上花多久时间啊？你有没有好好睡觉啊？还是玩太不勤劳了，在做其他支线任务。改欧卡，12个月500多，大概4-5个月的钱，让你物超所值感觉。哦，懂了。
所以到时候你那个空间是一件让你全部存在你的箱子里这样子吗？还是也是过程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看，会死人吧？等一下是不是不会飞的那一只？哎，放尊重哦，它至少还是会游泳的哦。不会用哦，哦，哇，是龙虾，是大龙虾。就看到这两只，我蛮开心的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很喜欢那个特别篇这两个剧情。欸，目前追完的就只有前三代的剧情啊，第四代的剧情我有讲嘛，我追到一半就没有追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看动画了，所以对第四代的剧情就是放一半再看。绿毛虫，他也不会游泳，只是下潜，他至少会换气啊，他会呼吸。所以我才说最近我可以有追完剧情去看特别篇的，至少比较哇，你是用高级球抓到的，他很喜欢这个颜色呢，你怎么没用网纹球抓他？请问你有 Pokemon Go 的账号吗？他那个手游也有联动，可以用那个联动看看界面是不是啊？什么意思？可是我Go玩的很随便呢。应该没了，好啊，交换，感谢阿亮，他怎么收到这只？这只是怎么回事？这只是不要的吗？你觉得最好看的一代哦？我觉得主要是后面的剧情吧，那个就是动画，越做越好啊。阿鲁拉是送你。好啊，我看一下是多深的拉鲁拉斯。看一下。哦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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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。这个刚脱离泡芙干妈的下一只就是这一只了，将来的将来要练啊，放哪里？这里好，所以说特别篇还是动画啊？刚不是说动画吗？啊，我是讲特别篇啊。看一下哦，嗯，这个先移到这边，可能会练。哇，还在扶我，没有，刚在交易，刚在摸，刚在东摸摸西摸摸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开个箱，看一下。好。没有放生，好啦，11点了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，已经坐不稳了，先这样子，明天再剪那两部啊，等一下剪一剪好了啦，不然明天我会忘记要剪哪里。好啦，是这样，感谢各位，感谢阿亮，然后感谢今晚的收看，先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跑一下，我们跑步的，用跑步的孵蛋，我是神吧？
啊，点一颗蛋就走。转头啊，老头，不转。还是里面没蛋了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想说会不会从十二点公休？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晚安喽，晚安晚安。过来哪里？你过来，不要叫我过去，你自己过来好吗？晚安，拜拜。